起周杰这个名字，也许有的人不知道，但是提起福尔康，大家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演员大概就是周杰了，因为他似乎很少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，所以知名度并没有很高。但是翻看周杰的微博，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一个隐形的富豪。周杰的最新的一条微博晒的就是一些自然风景，看上去似乎是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的景色，蓝天白云，绿树红花。不过重点就在这张豪宅的照片，这座红色的别墅就像隐秘的仙境。